接下来把它内脏给去掉。鲟鱼也是肉食性的鱼类，肚子里面应该没什么好。这个鲟鱼的内脏好奇怪，黑成一片，然后这个胆也是灰绿色，这个黑我很难搞掉，把它给剪掉。这个鱼太难处理了，先把这个头给剁下来了。哇，都是软骨，果然好切啊！鱼头先给处理一下，鱼鳃先给它剪下来。哇，这个鱼鳃真的能吃吗？它这个好像全是软骨，一点都不扎手，不过我还是接受不了。漂亮，鱼头里面也全都是软骨。接下来把这个肉给取一下，肉质粉红色的，有点像金枪鱼的大骨，看到没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龙筋啊，精华啊！哎，抽龙筋。哇哇，这么小的鱼居然有龙筋，赚大了！哇塞，这手感超好啊，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啊！这么大的一根龙筋，真的好长啊！这个鱼刺都是软骨，给它剔下来哦。鱼拿给它切断，抽完龙筋拉鱼皮，鱼肉给它片一下，这鱼肉好嫩。